大家好，我是板桥平堂的詹牧师。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非常爱客家人，因为我的太太是客家人。去年我到了江西去访问教会，我告诉江西的那边的乡亲说，我的太太是江西南部赣南的，他是南康的人，赣州啊，南康的人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那你太太应该是客家人。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说，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告诉我太太说。